听听看他的题目是什么？嗯？森林的医生。现在来玩背面这个游戏哦，这个游戏好像很好玩呢，有很多动物在上面，还有字。哇！对啊，那要怎么玩呢？按下去会有题目，让你找哪一个动物还是哪一个字。如果答对的人就可以拿1块钱啊，又有一个奖励币。听听看他的题目是什么？嗯？他是森林的医生。森林的医生。啄木鸟啦，是森林的医生，怎么会是大象？是啄木鸟，因为它。啊，但这题我们两个都没有答对。好。它没用脚，全身不
脚，没有脚的动物。啊，没有脚金鱼的。蛇在哪里？亮哇，都没有找到。问题是，它生活在兴奋高原上，头上有一对又细又长的角，它是什么动物？是什么？超棒！正确的答案是藏羚羊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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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，第三个啊，才一个，不行吗？我要学你。它的背上有两座小山似的洞峰。哎，我知道了，骆驼。可恶，骆驼。好厉害呀，骆驼！马上复活了。好，停停。活在海洋里，远远望去，就像一点点纹闪在水中。像圆伞在水中漂浮。太好了，正确的答案是水母。水母。水母啊，水母我找到了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停，换你。S， 你在哪儿？最后三题哦。S。被依依的手压住，哪有右手给人家压住的啦？耶，第五道最后一题吗？最后两题。两题。问题是，它是粉红色的，有一条卷曲的尾巴，它喜欢在泥浆里打滚。怎么可能猪是红的？佩佩猪啊，是粉红色的。小猪，耶！妈妈获胜。我五最后一题了。问题是 ，1, 2, 3, 4, 5, 6, 7, 7，这是数字几呢 ？7 是多少 ？7是数字多少？7。今天呀，这次是妈妈点到，要按才有。你先按的。今天，哇，好，比赛结束，那来计算。奥托罗德，来数一下。1, 2, 3, 4, 5, 6。好，奥托罗德6分，妈妈得几分？3分。所以这一局是爸爸获胜。可以跟爸爸妈妈一起玩了，可以一边玩一边学东西。好，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，请你订阅和分享哦。那我们就在下个影片见喽，拜拜，拜拜。